叫做《台灣共產黨史》，我唔係講本書，大家唔使驚。我係講個作者，嗰個作者叫做盧守一，大家有冇聽過啊？盧守一，盧守一做咩咧？佢就已經患咗癌症啊！當時佢係寫咗呢本書啊！佢啊，因為當時係戒嚴啊，佢係民進黨嘅黨員嚟嘅。佢做咩咧？蘇貞昌競選啊！即係呢個1996年蘇貞昌競選，佢已經患咗癌症，就嚟開啦，好似我咁。就是虛的，他做什麼呢？他是在這個蘇貞昌的競選會上面，你會做了什麼？我一會就做的了。他那個叫做心情一跪，各位我知道這個社民連正在受到很多困擾，亦都受到很多攻擊。這個就是曾玉成教我讀這個字，錯了以前。我希望大家各位聽得到啊，哥！我希望大家都會記得我哋這個政黨成立第一日的事。我記得當日在個麥花臣球場，他們搞了 party。 我記得為了場面不要那麼冷，我和鍾敏卿和很多義工都在旺角的街頭那裡是這樣喊。今日我們無需要這樣喊，我們可以在這裡有意義了。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到，成立一個政黨是要為了那個政黨的理念而奮鬥。社會民主連線是一個為窮人、為公義、為了我們的社會更加能夠令到所有的人都得到公平的資源分配的政黨。有多記者問我社民連點啊，我話我有400%的信心。各位，小弟現在就係跪喺度啦，呢個心情一跪。其實盧守一係跪好耐嘅，小弟唔得。我覺得社會民主主義對於呢個權貴富豪係橫眉冷對，係絕對唔會留情面。但係我哋要記住，從政者只有論敵而無私敵，只有政敵而無私敵。我哋而家就會跪低，表示社民連嘅同志係會好謙卑咁樣為香港人服務，為我哋嘅理念再出發。完咗啦，我話俾大家聽，我哋喺嗰度提倡嘅理念係唔會完結嘅，我哋一定會竭盡所能同我哋嘅盟友，為咗香港人能夠呢一個自由、自主、自決、自重而奮鬥。多謝大家。
寶哥之前係冇同我哋講過佢會講呢段説話，但係真係非常感動嘅。希望各位聖文嘅朋友真係要聽寶哥呢番説話，真係為我哋黨嘅未來、為呢個社會嘅公義去出多一分力。大家一齊行呢條未來依然會係會荊棘滿途嘅路，希望各位加油！